我是林，我是林，我在玩手机。欢迎来到林林玩小区。首先，喂，挡住了是不是？对，可以哦。换换的角度，看见了吧？小孩是不是被挡到？来，可以哦。对对对 ，OK。我妹妹叫我影响。OK。要不要帮你开？等一下，小欧，给爸爸看好了。你会把那个，爸爸来看一下这怎么拆好。这里面就是。好，你不要剪刀，不要，你不要，不要，不要，太危险了，小朋友太危险。哦，好好好好。来，暴力，暴力的。嗯、哦、嗯、哦。今天不能。哇！好出画面了。我超过机头吗？有。有有有。你们坐下来，坐下来。太矮了，没办法看那里而已。来。哦哦哦！好好好，来手手手嗨。爸爸，我是那个，是那个那个开虾就没有扣了。这箱子怎么了？我不小心扯下来了，让你坐。坐呢？所以没关系吧。看起来不是很轻松。小孩坐好。有一天是消极，不过是那个，是那个，是那个。哦哦哦哦，好的好的，那就是那条街那里有那个黑马的东西，那就是那里吧。那下次你还再来我的家说。啊，对好对好，你要来我家。所以那个。我坐了，哇，好有趣的。所以我们是要在中间之上剪一条线。哇，这个是说明书吧？不对，这不是说明书。谢谢谢谢。这个不是说明书哦。这个是，哎，等一下，我看。现在姐妹妹拿着太危险了，暴力，对不对？暴力。暴力给你。今天不能暴力。说明书。三三六六六七八二二九十二二一六三三一。你打开日网。这日网。一二五八。三三。噔噔噔噔噔。那就打开这个取出电源线。有电耶。插电池的，那就交给我暴力吧。过，过了，电视不能暴力。叮叮叮，喂，小白白，你在吗？预网电源线接通电。你在吼。按软件开机，长按关机。扫，扫描米家 APP。这里接的。我们先看一下 view。哇，大卷，好大卷哦！太厚了吧？有这个轮胎哦。妹妹，给你拆。剪刀在那边没关系。老李，把滤网放回去吧。要插电吗？我等一下插了。要下载你家 APP。好。我暴力。哎，我暴力，我暴力了。暴力了，暴力。我怎么可以暴力呢？你说。啊、这个滤网盖。哎。拿出来。哎，我要自己拿。小心有双面胶哎。然后这边双面胶把它粘起来。超低静电。超电阻、静电滤网，在干嘛，爸爸？插电。插了。嗯。好了。点蜡
22°C、67%/87%，妈你看，这是欧头模式，有风吗？有啊，好像很安静哦。有没有很安静？有啊。又有风，不过好大一台，比我想象中还大。这个就是那个抽湿机，就是上面可以有风，然后它倒数四这样子，然后不要看时间。然后呢，这旁边会有点点，不是口风的，这里的上面才是。然后爱关在这里，下面说你们看不到。另外一边你们会傻傻把那个，你们会傻傻把其他地方，然后就开始开关的地方，比如说这里这样子。然后呢，它会有很多点点，而且它会吸手下的，如果你手下脏的话，可以这样。那是空气出来的。对啊，有空气出来，把它吸进里面。然后呢，就是它可以这样转来转去嘛。然后它要收电，它才会有这种风出来哦。然后记得不要忘记插电，它会附书说明书，说记得按下发留言。然后呢，这个空气机呢，很多人都叫它空气机啦，不过它正确的名字我有点不记得啦，空气机。然后呢，这里可以吹风嘛，那这个就是个空气机嘛。然后呢，里面再有个桶子，就像刚才你们可以去看那个空气机的那个影片来看这集哦。然后你们要去找那一段影片来看这集。然后你有看到我的影片的那句的话，这不是，那是第二个。第一家咪。然后呢，这就是一个吸的，等过久的话它就会锈。还有这个贴纸。新增装置。
果喜欢我的影片，记得在下方留言。那我下次见，拜拜。喜欢我的影片，记得帮我按个赞，还要记得订阅我哦，按下下方的小铃铛，可以收到新的影片通知哦，还要分享和留言哦。那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妈妈，记得。